完的夜到最后，有谁还在乎留下什么？言不由衷的承诺，我已经听太多。茫茫人海有平凡脸孔，虽然渺小也有光荣。明天有你，我们一起走。想把爱奉献带给你，好想把温暖的歌传出去。不管是否有人用心听，我们自己要珍惜。何时贪婪自私才会醒，幸福就在手中，不必哭泣。生命本来就是一体，我们合演这场戏。还给我纯真的眼眸，还给我灿烂的笑容，还给我不灭的灯火。我不要如此的贫穷，我要像飞鸟般自由，我要像彩虹般温柔，我要像大海般宽阔，请期待明天的我。不要与我好欺负，女人还我，我钱给你吧。这一点点钱就想打发我走啊？100万呢、啊？我们说好的。100万，我现在可要人财两得。方磊，掉车了，现在我这儿。你们怎么样？没事吧？好，哎。等待一下，我帮你冰敷，很快就会消肿的。我真没用。我差点就逮到那个歹徒，真是便宜他了。我就知道你不会听我的话，你要听我的话，发现情况不对，拔腿就跑，怎么会伤成这样呢？不过多少还是有点用啊。如果不是那么拼命的话，连那100万都会被歹徒抢走的。真是要钱不要命哎。好了，现在乖乖的，拿出你刚才拼命的勇气。我帮你冰敷啊，忍耐一下。不要了啦，自己就会好了，不要再敷了啦。知道痛了是不是？你现在晓得啊，逞强要付出代价的。别乱动啊，我再装点冰。没事的啊。对不起，我忘了敲门了。不好意思啊，康庄不在。哎，你站起来干什么啊？跟你讲不要乱动啊。忍耐一下啊。白小姐。真是不好意思，我打了好几通电话来，因为没有人接。康庄说你会在家里等电话，我怕你有什么事情，所以我就赶快跑过来看看。王琦，你怎么了？他不听话，太任性了，一个人就跑去那。没什么，我不小心摔了一大跤。忍耐一下啊，白小姐，麻烦你把这个椅垫拿过来，让他靠一下。好，不用了啦，不好意思。不要乱动，你不要乱动。真的不好意思，没关系。来，谢谢。那药箱给我一下啊。天顺，不要乱动啊，怎么搞的？没有关系，帮我按一下好不好？天顺，你干嘛这样指使人家？你把人家当什么了？白小姐是自己朋友，帮你忙有什么关系？我真是败给你，乔，谢谢你哦。没关系。药没有了，我去买一罐。白小姐，帮我照顾一下汪琴，别乱动了。
啊，我们回来。乔林，跟你说，天顺，啊不不，是光磊。啊，事情怎么变得这复杂呢？这什么跟什么嘛？没事，真的没事，你什么都不用说。真的什么都不介意吗？怎么了？干嘛？我不想结婚。觉得我压力好大好大，大到无法承受。谁给你压力？还在为猪猪的失踪烦恼吗？我觉得我对不起身边的每一个人。猪猪的失踪是康庄跟汪琦没有把事情处理好，跟你根本没有直接的关系啊。你叫猪猪捏奶罩，是为什么？他叫我不要找他的爸爸，他不要我做他的新妈妈。干嘛？你说我这个婚还能够结吗？是我把婚姻想得太简单，其实很多的事情根本是我无法掌握。你有跟康庄说这件事吗？这段时间，我让他专心的找初衷，我不想再带任何的烦恼给他。追求幸福，有的时候要一点努力，有的时候要一点忍耐。怎么你还没开始，你就已经放弃了呢？我没有信心。干妈给你信心。送你一个礼物，我不能再收你礼物了。这个礼物你一定要收，是一个锦囊妙计。锦囊妙计，专心的工作，全神贯注的投入工作，过一段时间，事情经过沉淀，你就可以把所有的烦恼抛诸脑后。喂，什么？所有的师傅都走光了？开什么玩笑啊！那场彩蝶服装发表会不是开不成了吗？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小蝶姐，发表会场地……哎，小心一点，指甲油才刚擦，还没干呢。小倩姐啊，着火啦！什么事那么紧张？拜托你，帮我把这指甲油瓶子盖起来。小天姐，服装发表会的场地是不是你负责的？没错啊。你不要什么事都要自己一手包办，留点事给别人做嘛。可是舞台总监说我们根本没有定场地啊。你看看你这指甲油颜色是今年最流行的哦，跟我衣服配不配啊？那你现在说我们场地的事情该怎么办？我们海报贴了，喜帖也发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场地。瞧你紧张成这个样子，脸都吓得发青了，话都说不清楚。原来这是为了发表会场地的事啊？难道你觉得这个事情还不够严重吗？你呀，就是没有见过大场面，这么一点小事啊，就把你吓得鸡飞狗跳的。那好，你现在建议我们该怎么做？怎么做？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还需要问我吗？发表会是两个礼拜以后的事情，你再去借场地来得及啊。问题是舞台总监说，大会堂全部备定嘛。这么好啊，那你现在说我们该怎么办？怎么办？你问我，问谁啊？自己要想办法啊。巧玲，不要把自己弄得像拼命三郎一样的，那么辛苦干嘛？休息一下，我去帮你泡杯咖啡。等等，我没有那个时间，要喝你自己喝。
次。不是说好要等发表会完了再谈的吗？发表会就要开始，还没有动工，这样怎么来得及？拜托拜托，如果你把我当朋友的话，你能见死不救吗？我知道其他的裁缝师傅都不肯回来了，小芬，求求你帮我这次忙，拜托拜托。你以为我们是辞职离开彩蝶的吗？我老实告诉你，我们是被逼走的。我知道，我知道小倩姐常常挑剔你们，可是看在沈总的面子上，小芬，拜托你们回去吧，至少帮忙赶工，做完这一次的服装代表会啊。于小倩她三天两头找我们的茬，我们实在不愿意回去。那你私下帮我一个忙，可以吗？只要于小倩在彩蝶一天，就不可能。哎，你要我怎么办嘛？你呀，好好替自己打算打算吧。我看彩蝶是没希望了。怎么会没有希望呢？欢请咖啡。谢谢。这不像是你的作风哦，我记得你说过好多次，天底下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你，不是吗？巧玲，我说的没有错吧？我们彩蝶公司啊，现在可是红云当头，哪有什么事解决不了的呢？你看发表会场地的事不就解决了吗？这件事我还没说你呢，明明说到场地的事是由你负责，怎么就打了一通电话，相关的手续也不去申请，定金也不缴，人家怎么会替你保留呢？还是巧玲能干。淑芳姐，你真是有眼光，这么重用巧玲。你不是跟那个租场地的人已经说好了吗？人家也愿意把场地租让给我们啦。巧玲，你要好好做哦，不要辜负了干妈对你的栽培跟期望。小倩，你也应该知道，因为这个疏忽，除了让我们虚惊一场之外，我们还要多付出很多代价的。像舞台发包的工程，他们就以时间太赶为理由，占我们三倍的价钱哎。淑芳姐，你找我来就是要追究这件事情。我这个人啊，是不会跟人家争功诿过的。我也承认我有找人家来帮忙，既然我所托非人，为此有自认倒霉哦。这事等发表会完以后我们再谈。我要问你另外一件事，我希望你告诉我事情的真相。什么时候我又变得这么重要了？你为什么没有跟我商量，就让裁缝室的那些师傅都走了呢？这有什么不对吗？小倩啊，你在公司待了那么多年，难道你不知道我们这一季的发表会就要开始了？你居然在这个节骨眼上让那些师傅都走了。我问你，发表会的衣服谁来做？小倩姐，干妈并没有要责怪你的意思，她只是想了解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看看有没有挽回的办法而已。我真的很冤枉哎，我以为这件事情淑芳姐会奖励我，你们不知道，剪裁室的人啊，动不动就要拿撬，老是说什么不干了、不做的话来威胁我们。那我想，公司要资遣他们的话，必须付出好大一笔资遣费，所以我才想办法让他们自己离开啊。难道说我这么做也错了吗？那你也事先跟我们商量一下再做。你们俩是为了这事来怪我是不是？我为公司省下一大笔人事开支，我以为你会奖励我哎。小倩，巧玲说的没错，这么大的事情，你就算没先跟我商量，你也应该在做之前跟我报备一声啊。我就不相信以彩蝶公司的招牌找人会这么困难啊。你知道吗？现在不是困不困难的问题，而是发表会就快到了，我们的衣服还没有做。既然这样的话，我是公司的罪人，都是我不对。淑芳姐，我就选辞呈，我辞职，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对我的期望。小倩，你既然做到错了，就应该承担后果。
彩蝶现在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正需要人才。这不是你走的时候。淑芳姐，你还愿意给我机会吗？对，我让你尽你所能，好好帮助巧玲。我们大家要同心协力，一起度过眼前的难关。聚散不由我，我要像彩虹般温柔，我要像大海般宽阔，请期待明天的我。康霜，走了，走了。走了，我们到北港去，听说有一家庙很灵，走了。又要去拜拜，我不去，我不去，我不相信这些东西。我已经病，你还不信啊？可是我现在走投不路，我不得不信。我跟你说嘛，隔壁那个张妈妈说那家的签很灵的，走了。我不想浪费时间跟力气做那些无谓的事。无谓的事？既然能够把猪猪找回来，什么事我都做。你这个不信，那个不做，好像失踪的不是你女儿啊。我也比你急啊，但是做事情要有清楚的脉络，我不像你，做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徒劳无功，倍增烦恼嘛。徒增困扰。反正我做的事情在你眼里就是白痴做的事，可是至少我在努力，总比你什么都不做强吧。你讲话得凭良心啊，汪琪，猪猪不见之后，我跟你一样难过、啊，我报警登报了，而福联盟失踪儿我都拜访过了，我没有做吗？你做了。我承认你做了，可是又没有效。康庄，你今天到庙里去拜拜，我求个心里面的平安。就算不灵，至少我在做啊，大不了跟你一样嘛，没效啊。但做事要有章法，不能够像你这个样子不考虑到后果吗？后果？什么后果？我今天汪琪出什么事，我自己负责。你有什么损失？反正我在你眼里就是没程度，你就是看我不顺眼。我没这么说，你心里就这意思。正是我没有心里跟你吵架，反正我们个性不合，你也听不了我的劝。我不干涉你，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吧。这是你说的。王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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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说你是你，我是我，我的事情不用你管，我的死活你也管不着，对不对？对不起，我为刚刚的失言向你道歉。不必了，我早就习惯了。那你要去哪里？我送你去吧。你刚刚说要去庙里吗？我带你去好吗？哎，你搞清楚哦，不是你送我去，而是你要跟我一起去。汪琪，你这是干什么呢？我问过风水大师了，他说我们这个房子没有什么大问题，只要把摆设变一变就 OK 了。他说啊，这个风水就像一个磁场一样，小孩子很脆弱，尤其容易受影响，所以当初问题的时候最先遭殃的就是小孩子。你看他说的很准吧？嗯，迷信，好好一个家，你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呢？康庄，你听我说，你不要这样子嘛。你看猪猪搬回来以后一直都很不顺，一下子身体不舒服，到现在连人都不见了。你姑且信一信好不好？王琦，处理事情是要有章法的，那种怪力乱神是帮助不了的。你不要有动。你知道吗？你这个房子最大的问题就是摆设太冷清了，没有土气，没有什么所谓的人情体亲，所以长期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一定会倒霉的。我住在这里几十年了，我没有出过任何问题，请你不要善意改变我的东西好不好？请你尊重我。怎么样，我改变风水是为了猪猪好啊？我是盖房子的，我不要在家里无事再教我怎么盖房子。建筑结合风水有什么不好呢？
请你立刻把他恢复原状，好吗？你不要这么霸道，不止只有你，还有猪猪也住在这里啊！就算你不信，你替他想一想好不好？怎么样？你这做父亲的，难道不能为女儿牺牲一点吗？好，我讲不过你，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可以吗？梦幻彩蝶即将登场。哎，你们公司的服装发表会见报了？怎么会那么快呢？不是你发的消息吗？我没有啊，时间还早嘛。你把内容念给我听听看。我叫你念，你就快点念，你还等什么啊？彩蝶服装公司的总经理及名服装设计师沈淑芳表示，该公司这次推出的梦幻淑女系列大部分的设计出自其高徒白巧玲之手。白巧玲沿袭沈淑芳一贯大方典雅的风格之外，更加添了属于年轻女孩的娇容。沈淑芳深具信心的发表表示，白巧玲是未来服装设计界的明日之星。妖公老妖恐王，居然连我的名字都没有提，你算什么？把我当隐形人了？你不要生气了，谁叫你不是设计师？那又怎么样？这整个活动是由我策划的耶，至少给我一个创意总监、秀场指导吧，我都不会在乎的，一个字都不提。他把我当义工吗？我不是要来捧白小玲的，他最好给我搞清楚这一点。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小宝弟，小宝弟，你在这里气死也没有用。人家是母女情深，是不是？算是。到时候就让你明白什么叫做风云变色、乾坤变动。你以为你肚子里面的孩子是万灵丹啊？我告诉你，高振邦如果来个死不认账，难堪的是你。是吗？当然想看看到时候难堪的会是谁。小秋风，你不要怪我，是你先对我无情，就不要怪我对你无义。这次啊，真要为眼前轰动了。这不是正好吗？这次的宣传活动啊，做得这么好，还怕订单不会源源而来？小倩，巧玲她没什么经验，这次展出啊，你可要多帮她点哦。她这么能干，还需要我帮忙吗？我才在想，我要完全退出，专心做我的业务呢。这怎么可以？巧玲她为了这批衣服日夜赶工的，哪有时间做这些琐事啊？既然是琐事，那叫谁去做都可以啊，空读生也行吗？这怎么可以？以往公司办活动，你都是最热心的。那是因为设计师是你沈淑芳小姐，你是我的老板呢，我为你做事赴汤蹈火在所不惜。那白巧玲呢？半年前她不过是个小妹，你要我现在来帮她造势？淑芳姐，这说得过去吗？造势？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是在为公司做事哎。我有我的感受，淑芳姐，请你站在我的立场替我想一想好不好？你的心情我了解，但是人是会成长的，巧玲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巧玲，你是不是可以把你个人情绪先抛一边，就事论事呢？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就这样咯，我这个无名英雄做到底，
反正这次的宣传从头到尾也没有提到我的名字嘛。说了半天，原来你是在为这件事情不高兴。我看我有必要跟你解释一下。其实我没有刻意要发这篇新闻的。事情是这个样子，前两天呢，我遇到一个记者，就闲聊了几句关于服装发表会，没想到今天就见报了。如果这件事让你不舒服的话，是我的疏忽，你要怪就怪我喽。淑芳姐，我怎么会怪你呢？我不过是要提醒你，这服装设计再好，没有人帮忙你推动，没有订单等于是零了。你，小青姐说的对啊。干妈，你可不可以考虑改变这次宣传的重点？我根本还没开始宣传呢，今天会见报纯属巧合的。其实这次的活动，小青姐她出力最多，我们应该把宣传放在她身上。我大大小小服装发表会都报做过几次，宣传还需要你们告诉我吗？可是，巧玲妹妹，我不过是发发牢骚，随便说说而已，你还当真了？淑芳姐最了解我了，我对彩蝶公司一片忠心啊，可是日月可见，你说是不是？不计较最好了，大家都是为了公司嘛。巧玲啊，你裁缝师傅找到了没？这次的时间压力下，根本没有人愿意要来。小倩，这件事就交代你了，人是你辞退的，你想办法把他们找回来。什么？你要我去求他们回来啊？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找什么样的人，只要他会做衣服，就能对我们这次展出有帮助。否则靠巧玲一个人两只手的，这怎么做完呢？金凤的样子，居然一个人可以抵三个人动的，那是什么办法？时间紧迫，不赶快加油就不行了。小心你别累坏了身体，要不然康大哥可是会心疼的哦。小倩姐，你今天怎么加班啊？我先来看看你的进度如何。你也能干嘛？我看不需要再请人手了吧？那怎么行啊？你现在看到的只是半成品，还有些细部的工作。必须要很多帮手来帮忙。小倩姐，你最近帮我找到人没啊？找是找了，只是什么？你也知道，好的师傅呢，老板又不肯让人家跳槽，二流三流的，现在也忙得很，所以就，你一定得帮我找到人，不然到时候出洋相，那就糗大了。会啦会啦，你不要着急嘛。像你这么敬业又这么认真啊，这次展示的服装一定会大卖的。在这边要先恭祝你成功。不是，恭祝彩蝶成功。谢谢你，辛苦你了，好好加油。拜拜拜拜拜。帮你找人帮忙，你慢慢等着吧。我吃饱了撑着，没事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我才没那么笨呢。做什么？我不管，我只要知道猪猪在哪里就好了。地主王子，请讲。
在。陈太祖，幼年只是往东南方过一条桥，过桥了，搁往西边行33公里，过来然后搁再往那边就去再说。我们很忙，不清楚。康叔，你根本不会全面找病。我没有。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会处理，谢谢你。你这次不处理，哎呦，我不是去吃啦，那是恁一直在拜托我来呢。我我哪里应该的什么的代志？对不起。西利亚大师，狗灰了。康庄，起狗灰了。大师，大师留步。大师，大师。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你在干什么？他就快要告诉我猪猪在哪里了。他要是有办法告诉你猪猪在哪里，我们早就找到猪猪了。我不管，我宁可信其有。我要去找猪猪。阿奇，你失去理智，你装恐怖我了，知道吗？我不要理智，我要找猪猪回来。你让我去找猪猪回来吧。你冷静一点好不好？你冷静一点。康霜。我不要冷静，我不要这种痛苦，等待，坐以待毙。我只要想到猪猪一个人在外面，他会冷，他会饿，他会害怕的。只要我早一点找到他，我就可以脱离这种痛苦，不是吗？不是吗？你放开我！啊！放心。不要急，你小心点。放开我，你这个冷血动物！如果你真的心疼了我的话，你跟我一起找猪猪啊，跟我去啊！大师回来了，阿妮，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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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宝贝。不是南部发生破土吗？阿丽，你小土怎么跑来找我啊？你说什么？他一个人跑来不找你？不是，我去地方找阿娇阿姨，可是阿娇阿姨不在。还好哈，他经常哈跑到我那地方去玩呐。啊，那些地摊上面那叔叔伯阿姨哦，对他很好，就好心把他收留了。他小土族哈，他是一问三不知啊。哦，说把他送到警察局，他就一直哭了。啊，那些人没有办法哈，就赶快联络到我啊！我连夜坐夜车回来啊，刚刚去地摊啊，才把他带过来呢。宝贝，你吃了很多苦，妈妈对不起你。你怎么了？你想找阿姨的事，你就告诉爸爸，爸爸会带你去的。嗯。哎呦，康庄大道，他哦才不是来找我啦，他是哦。不想看到你们两个啦！不想看到我们两个。嗯。哎，你们到底哈跟小祖祖说了些什么？我劝了他半天哈，他才肯回来呢。祖祖，怎么了？宝贝，不是不会有秘密瞒着妈咪的吗？你现在怎么了？有什么事可以跟弟弟说？为什么不跟弟弟说呢？我不想你跟小梁阿姨结婚。你听爹地说。哎，对不起对不起，我哈有话先说了。哎，你们做父母的哈，不能哈只给小孩哦有吃有住就行啊，你有时候也要去关心一下这个小孩他心里面哦到底在想什么。你们大人哈要爱谁哦都可以啦，啊要跟谁结婚哦也可以啦，不过哦不要牵连到小孩子啦，小孩子哦他那么小，他很单纯的呢。你们这样子哦，会把他搞成哦，他错乱呐。阿娇，我想你大概误会了。阿娇阿姨，你不要骂我爸爸嘛。好啦好啦，阿姨不说了啦。哎，小孩子哦，我帮你们送回来了，我要走了啦。谢谢。小祖祖，阿姨哦还在那原来的地方摆摊子，欢迎你来玩哈。谢谢阿娇阿姨。啊，这个盒子哦，刚摆在你门口。我顺便就把他带进来了。乔，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谢谢你。好了，不用说了，我先走了哈。阿佳阿姨再见。好，再见。谢谢你啊。
有空再来，阿娇。你那好衣服做什么？宝贝，你不在妈咪身边，妈咪很想你，所以拿你的衣服睹物思人了。要不，妈咪去煮面面给你吃，好不好？吃面面。哦，妈，你告诉爹爹，你为什么不喜欢抢林阿姨？我说我不喜欢抢林阿姨吗？可是你刚刚有说啊。我喜欢抢林阿姨做我的阿姨，我不喜欢抢林阿姨做你的新娘子。你的新娘子只有一个，就是妈咪呀、啊。爸爸，你再跟妈咪结一束婚好不好？你不喜欢妈咪做你的新娘子吗？我不要信爸爸，我也不要信妈妈，我不要你们跟别人结婚。妈咪有说要跟别人结婚吗？妈咪没有说啊。如果妈咪找一个新爸爸，那你又找一个新妈妈，那我怎么办？我喜欢你，也喜欢妈妈，你们永远不要分开，好不好，爸爸？叔叔求求你了，叔叔求求你了，爸爸，爸，乖乖乖乖乖，好，爸爸答应你啊，我们一家人永远都不分开。可是呢，你要答应爸爸，不可以在你家出走，懂不懂？懂了，爸爸万岁！哇，好乖好乖，这样子，我们去洗澡，然后呢，我们吃饭，好不好？好，嗯，我帮你拿，来。礼物可不可以拆开？当然可以。谁的礼物啊？一定是妈妈买的。可以帮你啊。好。还有衣服，妈咪，这里面装什么东西呀？哦，还有衣服。汪琪啊，你到底买什么礼物这么难猜啊？啊，我哦，猜一猜呢。哇哇，看到了看到了，这个帮你拿开来。哇，第一瓶香水耶，好漂亮的香水哦。妈咪，这不是你最喜欢的香水吗？好香啊。宝贝，你记错了，妈咪从来不用这个牌子香水。别乱讲，你在美国有用过啊？美国叔叔常常来我们家，他都会买这种香水送给你呀、啊。美国叔叔怎么回事？哦，就是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的一个 boss， 因为他很喜欢祖祖啊，所以常常会送一些小礼物。说真格的，我也不记得他送了些什么。祖祖，吃面面啦，去洗把脸，快点，跟爸爸去洗脸。哦、来，走。我们就洗一个澡，准备吃饭啊！这是你回来给我的感觉，就像谜一样。谜？有那么神秘吗？也不是这么说的。自从你回国以后，我不是出差，就是住宿发病，我们一直没有时间静下来好好聊。聊什么？聊你跟祖祖在美国的生活。没什么好聊的，不就是一般的苦日子吗？不值得一提。我想追求你的人一定大有人在，为什么你没有找一个合适的对象？我也不晓得，当然是缘分还没到吧。奇怪，你怎么突然关心起我的终身大事？我只是好奇，因为今天下午听到主播提到一位美国叔叔。啊，怎么了？放纵？没事，小事一桩。来吧，喝点药吧，赶紧起床。我都说过了，没事的。
人家这么倔强吗？嗯。好吧，就让你替我服务一次。哎，谁叫我是在烫你的衣服的时候受伤的呢？公报私仇。我摕一张相片给你看。这是不是你的？怎么会有这个照片呢？我摒扫扫掉啊。哦。谢谢哦。啊，没了没了没了。也许是今生，我和他之间一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要把这个谜底揭晓。请进。巧玲嘞！阿秋，你怎么会来？爹，我、我刚回来啦。啊，我送那个小祖祖回来的。祖祖？嗯。祖祖也回来了，祖祖回来啦！真的，真是谢天谢地！万一他有什么闪失的话，那我的罪过可就大了。真是谢谢你，谢谢你！啊，坐起来哈、哦！啊，你们三个大人实在都给了啦！哎，怎么连一个小孩子哈、哦，那么小我都看不住？你不知道啦？嗯，我怎么会不知道？嘿，小祖祖哈，他就心来不准哈，才会瞒着你们哈跑来找我。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嗯，他跟我说什么？你用猜码猜得出来？还有，再讲一遍给你听呢、啊。既然这样的话，我看我跟康中还是算了。哎、欸，你头个都秀多去啊你哈！哎、欸，你好不容易找一个那么真心爱你的男人呢、欸，你这样就放弃哦，太可惜了啦。可是。我总不可能叫康庄为了我不要他的女儿吧？哎呦，哎，小祖祖还小哎，可能过了两年哈、哦，他的想法就会变呢。是吗？嗯，可不是，大人的想法都会变了，还何况是小孩？啊，你哈、哦，你就要有耐心呐、啊，然后慢慢等。啊，除非哈、哦，你急着想当康庄，到那个。当当当当，新娘子啦！讨厌啦，你每次都笑我。哎，巧玲啊，你终于当上设计师嘞！哇，你看你设计师衣服多漂亮啊！哎，妈妈，你手脚利落，你帮我改些进度啊！哎，这里是扣子，你帮我把这个缝上去。啊，好了好了，凭我的功力哦，哈，两下子哦，保证给你清洁溜溜了。谢了，等这个发表会完了之后。我一定好好谢谢你这个救火队。嗯，请客不必了啦。哎哎哎，你说你住高正邦家啊？不是高正邦啦，是沈淑芳。哎呦，那还不都是一样？哎，唔对唔对唔对哦。哎，来来来，哎呦，你要自己啦，来来，自己再给你。哎，来，妈，哎，不是觉得很奇怪啦？他们俩夫妻啊，为他女儿高一的事情啊，已经够讨厌你了呢。他怎么会请你到他们家去住啊？嗯，除非哦、啊，是那太阳打从西边出来了。因为依依死了，他们夫妻两个需要一个伴啊。他需要有人作伴。哎、欸，就算他需要那个伴哦、啊，那个人哦、啊，也不可能是你啦。很奇怪哎、欸，
他们俩夫妻哦，到底搞什么鬼呀？哎，巧玲啊，你要小心一点哦。不会啦，我干妈对我很好啊。什么？你认沈淑芳当干妈？应该说，她收我做干女儿。啊，好啊，嘿，我还正在找你耶，你还敢来？我要是你啊，都不敢在台北出现啦。凉光嘞，哎，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啊？啊？连你认识我，太好了，一定可以告诉我这怎么回事。哼，怎么回事？你一点都不知道啊！为你梦最多，为你痛最多，才知聚散不由我。我要像彩虹般温柔，我要像大海般宽阔，请期待明。你一点都不知道啊，阿娇，不要说了。我是真心诚意的想知道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事。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白小姐，请你告诉我，我是不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你哦，你是对不起巧玲呐。你看，连你朋友都这么说了，我拜托你告诉我好不好？我拜托你，不要问我。请你不要再问我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啊，我来说啦。哎，你跟巧玲哦，曾经是青梅竹马啦，而且你们两个哈是相依啊，有相爱啦。那后来哦，你移情别恋啦，却爱上那个有钱人家的女儿，还准备结婚。啊，可惜哦，天不从人愿啦，老天有眼啦，那人在做哦，天在看啦。哎，你别在那里假笑啦！哦，你想讲了就可以解释你的无情无义、贪图富贵哦。阿娇，不要再说了。哎，巧玲啊，巧玲，走！哎，阳光脸外公，我不管你怎么假笑啦！我跟你讲哦，你背着欠我巧玲呐，你要再欺负人家弟弟啦，把我记住啦！阿娇走了。想想不透，陪你笑，陪你忧，陪你醉，陪你疯，原来都值得。曾经深爱过，曾经痴心过，谁知聚散不由我。有话不能说，有泪能留，我的心事你不懂。为你梦最多，为你痛最多，才知聚散不由我。放心就怕风雨拦着，人生缘